姐姐，爸爸他们走了吗？回去了。我要不是医生，我也走，省得看见你就生气。姐姐，别生我气了好不好？行了，你好好休息。真是瞎折腾。你知不知道我舞会之前为什么跟你吵架吗？ 为什么？我见过程大哥，我问他认不认识你，他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见过你，他连这么基本的事实都否认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心里有你，只有你一个人。玉涵，我跟程局长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，我们两个都不想再提，你以后也不要再多想了。 对了，姐姐，我这脚伤的到底严不严重啊？你呀，真是走运，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骨头都没事儿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住两天就好了。不会吧？就是擦破了点皮，我觉得我的脚都快没知觉了。是吗？真的，我感觉特别疼。 哎，这事儿只能你知道，我知道，谁都不许说。进，吴队长，怎么样？听人说你摔了，没事吧？我骨折了。骨折了？吴队长，你坐，你们俩。跟我说说，怎么弄的呀？还能咋弄？摔的呗。 不是，我没把你给带出来，啊！你也不能硬来啊！你以后遇事你多动动脑子，好不好？啊？这疼不疼啊？你骨折了，你试试看疼不疼？程局长为什么不来啊？他有事儿，开会呢。我这不代表他来了吗？那好了，你已经看完我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也代表我自己。 你这得住多长时间啊？少则一个月，多则半年。那么久啊？嗯。吴正，我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，我想当面交给陈局长。好啊，太好了。那你帮我告诉他。没问题，一会儿我回去我就告诉他。谢谢。钟书记，金宇轩现在还没有露面。 好，你放心，一有消息我马上向你汇报。好。 现在共产党在忙事的找我们俩，你看，我们的交易还继续吗？ 爸，红玲啊。
你妹妹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没大事儿。哎呀，要不让她来家养，把医生请来家不就得了吗？她伤在脚上，不方便移动，还是让她住医院吧。也是，哼，这个不要命的丫头，这会儿满意了。 您好，我是宋红玲，请问您是？宋掌柜，好久不见。啊，真的是好久不见。您终于有空了。明天中午12点，五福茶楼2楼最里面的包间，不见不散。好，希望您这个师傅亲自来，交给徒弟，我不放心。一定。再见。 真是大忙人呐！刚进家，电话就追来了，谁呀？是蓝心坊的陈师傅，约我做旗袍。走开，走开呀！哎，你给我走开！ 小兔崽子，你们给我站住！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，没有金条，却又必须完成任务。可是金宇轩拿不到金条的话，是不会说出坐标的。那这次，我们就真的要拿金条来交易啊？得让他看到金条，却又不能真的给他。您是说，交易完成，再把金条要回来？ 不只是金条，还有他的命。金宇轩把交易地点定在了闹市区，是为了怕我们鸣枪，在交易过后杀他灭口。他这个人心黑胆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即将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情况都要想出来。这里是闹市区，离公安局又近。第一，他们不敢随便开枪；第二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。 我会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交易。我要求金宇轩亲自来。我想，他一定会让我们把金条先交给他的手下，等他的手下离开后，再吐出坐标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让他的手下先拿到金条，让他以为金条到手，再在他的视线范围外干掉他的人，拿回金条。这时候，他已经说出坐标，并且以为金条到手，心满意足地离开。 宝奎，明天你一定要把车停到茶楼的左边，正对耳朵包厢，让我能看得到。我让他们把金条先放在你的车上，你开车先走，然后我才能告诉他们坐标。如果是这样，金宇轩已经设计好了让手下带走金条撤离现场的路线。大家过来看一下，从茶楼门前分三条大路，东西方向，东边。 这两条大路分别通往中央大街和新城大街、巡警垛、秩序井南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，所以他们一定不会选择这条道路。而西北方向则至新路通向南区，是条小路，所经之处都鱼龙混杂，警力薄弱，而且岔口众多，一旦钻进去就很难再找出来。这是他们唯一安全的撤离路线，所以我认为他们一定会选择这条路。你接到金条以后开车。 走至新路，车道难告。廖毅，人多眼杂，便于藏身，出了事也便于脱身。老七，大哥，你带兄弟们沿途埋伏，一定给我盯住这个、这几个路口。好，大哥。宝奎，如果你发现后头有人跟踪，一定撤到这两个地方，兄弟们会给你掩护，甩断尾巴。冯天。 大哥，你等着这个地方准备接货，我完事以后会到这儿跟你会合。陈芳，你带上你的人，开车停在至新路，离公安局最近的岔路口，能看到茶楼的情况。一旦金宇轩的车离开，立即跟上，等到离公安局有一定距离，马上开枪干掉车上的人，拿回金条。好。高彪，有。你带上人在至新路附近沿途埋伏。 随时准备接应。是。办法倒是不错。
可从哪里搞来这些金条？放心，金条我自有办法。这次是关键性的大行动，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不能有丝毫的差错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件事情如果顺利的话，我绝对不会亏待大家。大哥，还是那句话，我的弟兄们。 一定要跟着大哥您干大事，挣大钱。你看这几天你都没有睡好，没事吧？不亏。我答应分给大家的金条，一根都不会少。大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的弟兄们不图钱，图的是义气，是不是？对。大小姐，饶叔，大小姐，您今天怎么会来了？哎，来坐坐坐。哎呦，您瞧我这眼神啊，只顾了做账了，都没抬头看您。没打扰您工作吧？不会不会，喝茶。谢谢。 我刚才路过小吃店，就顺便给您带了点儿。哟，大小姐，这是做什么呀？这是外国的小吃，您带回去给您孙子、小孩子喜欢。也不能让您破费呀。您是看着我长大的，还跟我客气啊？好，那饶叔就收了。您今天是来入账啊，还是取钱呢？入账也取钱。 这个是不行的周掌柜还的欠款，麻烦您给入账。好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还劳您亲自来呀？其实，我今天是有事情，想请饶叔您帮忙。好，你说什么事儿？这事儿可能会让您为难。瞧瞧，不是说了吗？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有什么事儿，不妨直说。 好。
他怎么还不来？别急，时间还没到呢，他是不会早到一分钟的。 怎么回事？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埋伏？苏长官，贾长官，不好了，咱们的埋伏全被人拔了。 是你干的！让他们下得去手！铐起来！我的包，把我的包给我，谢谢谢谢。麻烦您跟我回趟公安局录个口供。
金宇轩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让他牵肠挂肚的女儿金玲，竟然就在自己马上要跟国民党进行交易的节骨眼上出现了。他无比迫切地想要女儿回到自己身边，但他也清楚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是不能轻举妄动。但令他疑惑的是，刚才金玲明明看见了自己。 为什么却没认出自己呢？快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快，别让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快，别让，快，可能被发现了，快撤。 休息吧。是。这他妈金宇轩到底要干什么？为什么到手的金条他又不要了呢？是不是他突然得知公安局要行动？他好像看到了什么，才突然跑的，好像在追什么。 不是在躲，看到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对于他来说比钱还重要？宋长官，公安局的人跟上你们了？没有，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。看样子，这就是一次取缔烟管妓院的临时行动。大家辛苦了，去休息吧。是。那金条怎么办？先还回去再说吧。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，把哈尔滨所有的人贩子都给我找出来。我女儿被这帮畜生绑去要饭了，给我找出来，好好收拾。听见没有？教唆小孩抢东西，这不是事儿是吗？您大点声！没有我。什么？人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老实点，照实说，别想糊弄我。有同伙没有？你先别着急，您慢点说。没同伙啊？嘴硬是不是？行。 我告诉你，关你几天就明白了。哎，去，先把他关上几天。大白天的就抢钱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不关你，没恶你就是好事。东西，你们怎么不让雷给劈死啊？你们大姐，你也没必要骂这么难听。这事儿我们肯定会处理。切，又不是你们家钱被抢，要你管啊？我今天到时候看看。你先去食堂给这帮小孩找点吃的。这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？哟，还是队长呢？那正好，您看啊，就这小丫头。 一上来就拽我，我甩都甩不掉，能，还有他们几个冲上来就抢我的钱包，还抱着戒指给抢走了。长官，你看看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你看看我手上伤的，你有完没完呀？这东西都给你找回来了，您还要干嘛呀？那他们抢我的钱包呢？不是，你考公录完了没有？录完您可以回去了。就这么完了？哦，谢谢您，谢谢您配合我们公安局的工作啊，您回去吧。什么人呢？还公安局呢？ 他们什么人？明明有谁还记得自己家在哪儿？队长，馒头。哦，来了，来，小朋友们先吃馒头吧。来，给你一个。别抢啊，都有啊。
哟，局长，眼睛不？ 吃吧，领他们到食堂，弄点喝的，啊，好，来，孩子们，跟我走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我去食堂给你们弄点喝的，慢点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啊，慢一点，爸。 钱呢？钱都在这儿了，我们正准备归还账房呢。行了，冉会计，别戳在这儿了，把钱清点好，归账房。哎，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啊！居然教唆长辈欺下瞒上。爸，这是我的主意。 您别怪着会计，你们以为你们高明是不是？啊，要不是我今天临时查账，你们还真就瞒天过海喽。爸，对不起。爸，罪魁祸首是我，是我让红玲瞒着您的，对不起啊。锦绣啊，锦绣。 你说你做生意需要钱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能不帮忙吗？是，我不希望你做古董生意，可不管怎么说，你毕竟是我女婿啊。怎么着？我在你们眼里面就那么不近人情，是个老古董啊？爸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我向您保证，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。说的轻巧。 那么多钱，他要是弄不回来，咱怎么办？爸，这次是我们的错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请您责罚吧。行了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你们不是说晚上才回来吗？怎么着，交易不顺利啊？是啊。 在交易过程之中发现是赝品，所以就取消了。赝品？瞧瞧瞧瞧，你说这多悬啊！要不然那么多钱，他买一批假货。你饶叔叔啊，在咱家干了一辈子了，临了临了，让你们俩给整成一身骚。 喂，我是宋红玲。宋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杀了你那么多手下，拜托你不要让我再杀人了。下次交易的时间地点，我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的。你打错了。 我回来就一直在想，金宇轩到底看见了什么？我忽然想起一个人，谁？范东阳。范东阳？对，记不记得范东阳在临死之前曾经说过，金宇轩有一个小女儿，跟他失散一年多了，现在沦落在哈尔滨。你是说，金宇轩突然看到的是他女儿？这么一个视钱如命的人。 除了女儿，还有什么比钱还重要的？只怕他现在已经找到他女儿了。
是这样啊，喜子呢抓了几个小混混，这些混混呢控制着一些小乞丐，有几个小乞丐呢几天没吃饭了，身上还有被打的痕迹，对吧？我在想呢，哈尔滨像这样的孩子肯定还有不少，能不能建立一个收容所，把他们安置下来，让他们得以保护。那局长，现在局里那几个孩子先怎么安置？局长，我倒有个建议，不如暂时把他们送到上次藏军火诗歌街的那个教堂，等收容所修好之后再把他们接回来呀。这个主意好啊，赶紧去办。是是。喂，是程局长吗？我是玉涵。哦，宋小姐啊，你好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去看你，你好吗？不大好，我现在在床上躺着呢，嗯，反正伤得还挺严重的。哦，我有一个事儿想麻烦你，我已经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，我想请你来医院一趟，我想当面交给你。好啊，等我忙完了就去找你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陈局长。别想，别想啊，快点啊！哎，不是不是，哎，哎呀，你说你们闹什么？来来，过来过来，走走，跟上跟上跟上。去哪儿啊？哎呦，局长，我正要带他们去教堂呢。啊，好啊。不对了，他的眼睛啊好像不太好，我一会儿去医院，顺便呢给他查一查。也好，也好，也好。行，那你就跟着这个叔叔走啊。行，局长，那我们去了啊。走了走了，跟着我也走了啊。来，一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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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叔叔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咱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啊，好不好？慢着点啊，把孩子扶上去啊。来来来，慢着点，慢着点。来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哇，够沉的。好，哎。马上发出去，可以，尽快做下备份。哎，文景。哟，局长。啊，来看看，跟你说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小朋友呢，衣服有些脏了，有些旧了啊，麻烦你呢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他换上，好不好？放心吧，局长。啊。那你就跟阿姨在一起，嗯。不害怕，啊，来，我走了。好，一会儿啊，阿姨给你换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好不好？都站好，一会儿都跟着我一起进去啊！来来来，好，站好站好站好，哎，来走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跟着我，走了走了。哇，好棒啊 ！Oh my god！ 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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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组们行了，咱别闹了好不好？哎，听话啊，能不能守纪律？能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因为神父，他们都是孤儿，我们局里呢暂时没有地方能收留他们。所以，希望教堂
能把他们先收留一下。他们也是猪的孩子，帮助他们是我的责任。是啊，但我们这边没这么多粮食了。这不是问题啊，一会儿我派人送过来一些不就完了吗？好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。谢谢陈峰，你是好人，感谢你把这些可怜的孩子送过来，愿主保佑你。陈峰，你也是个好人，愿菩萨保佑你。我走了，守纪律啊，守纪律，走。菩萨是什么？是那个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进来！进来！我问你，刚才穿紫衣服、戴铃铛的女孩，你给藏哪儿了？没有藏啊。没藏？是啊，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啊。你确认刚才送来的所有孩子都在这儿？是的。告诉我，戴铃铛的金玲，你认识吗？她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说，那个金玲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好，我问一下那个挂眼科